拜。太漂亮了吧！为什么你之前都没有来？我就要喜欢。妈妈不让你来。他都一只啊，他都一只啊，还有质感。对，可以帮我切一下吗？好，可以。要试试。可以，可以过手。这个可以这样搞出来。这个把尾巴切掉之后，然后这些就把它撕开。那直接撕就好了。还有一个是撞香菇啊，那个可以要。那是要吃的，那一点也是个黄金的，因为我妈就算是把黄金切了。瑞夏，你说他可能丢下去哦。那我们吃的时候不是噎死了？你就每个人就像牛吃草，认真。안녕하세요，这个还蛮好吃，叫好像是不倒什么不倒翁的。嗯，不倒翁的，蛮好吃。希望我会成功。一定会吧？我自己在家里做过一次，可是因为可能不知道是太厚的关系怎么样，它的面糊有稍微没有很熟。所以你蛮常自己在家里做料理的，就还可以的。不要在我的频道主持节目。哎，你用这么大桶的饺子，可以吧？家人，吧。看起来怎么样？我觉得看起来像奶油意大利面，很像哎。那你试试看。我试试看。那是真的。这虾子也是生的。希望会成功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对，会很好吃。哇，好酷哎！啊！刚好掉到你的鞋子上。把那个留下来泡给Jason还是？对啊对啊，我已经先录影存证。你要让Jason喝人家泡过的咖啡，总会有人用手去卖吐司的香肠。对啊，超级不会。我没有钱买那个红果的那个假的。跟我妈说我要自己买。那你有跟你妈说你昨天发生的事吗？没有。他妈只是在他那个 LINE 上面是说，哎，全部都是俊男美女。我看到你妈来看我们 IG， 真的假的？哇！我来看，我找给你看，应该是你妈。好可怕哎、欸！下雨了。下了。嗯。啊，我很想带冷风衣哦，要带什么都带冷风衣。啊，你是带了什么？大家都很不客气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哎、欸，你没看到的时候都是他在呛我们。哦。没有。出发。我刚才跟他说，哦，我们今天的穿搭是蓝白哦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不能上车。他有标准吗？不标准是不能上车的。我们扶一鼓掌在这一车哦。对哦。哎、欸，它是蓝色的，他是不是有去借衣服啊？平均。借衣服、哦。我们先去借衣服、啊。我们先审核一下衣服，站远一点。哎、欸，很标准哎。可以上车。
那么专业吗？他有用细面袋去换衣服。对呀、啊。好可爱的小鸭鸭，它是换装啊，这个，对呀，大户，饲料大户，想要走，不会怕，它啄我，它会咬你吗？不会，好屁股，对啊，我怕它下一个盘，它走过去，哇哇哇，来捧好，我们要不要小心放下？好的，珍珠，你没有做错，我买一张护肤，你要护肤，他们要收你。对对对，你就让他轻轻护肤。对对对，脚好可爱哦，他脚其实踩起来蛮柔软，对不对？饲料好买喂法。哎、欸，你看他们吃了。你是偷贼。没有，我们这是豪迈的喂法，来了来了。一只伞。